家附近太多怪了。喂，你进来了吗？我想去问问 K 凯，到底要怎么造房子？把他拉进来做苦力。他现在应该早就不玩了。嗯，像房子被砸一下的声音。哦，我们房子被砸了还是？没有砸呀。有伤害，刚刚房子受伤害了，估计什么对呀，东西什么，是什么东西卡在房子里面卡一下。哎呦，你看那架子还在，他刚才跳下来的时候架子都没了。真的，我已经敲了三下了房子，直接树又长回来了，所以说。你上山啊？能从这里直接上去吗？可以左边绕上去，没事。走啊！走走走。你吃好肉的话就走。啊，你从那边绕吗？那把门关了，最后走吧。哪边绕？你说左边啊。我都可以，反正还是先上去再说。开始伐我们山上的树。你先 plan 一下。啊？先 plan 一下，就是怎么弄。啊，看一下，别把这个木头连上来。哎，我靠，滑下去了。哇，这树倒下去了。我们可以坐一个电梯，其实就坐啊，但是你要防止，就防止他们掉下来。嗯，比如说我们电梯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上面过成我们的后花园或者上花园，是可以，但是很可怕。对啊，你在上面造房子的话，反正他们过来也会拆，你就现在想办法保护好下面的房子。先，那我们就先造一层墙了，反正就。啊，我放围墙。对啊，就围墙就从那个我们下面篱笆那边开始。对，我在想连起来，但是每次连它的时候都不小心滑下去。哇，我靠，吓死我了！这砍的这么用力，看不见我离了。哎，这个树。卡我视野。下面有只东西，下面头，下面两只，三只头上顶有灯的，有火的，跑过去了。你过来吗？没有过来，他们往远处跑去了。我们的战斗力最猛的一个，你就跑了，我靠！我那就跑，他就被拆了。fuck， 因为我不在。因为你不在，我们的房子被拆了。把这个树墩给砸了。对。你死太惨了，我靠！我在想这里可以放个电梯。我拉过来了。这样子吗？要等一下。OK。我们都不打架的吗？啊，找防守的就。他们是跳下去的吗？就是这一跳。把你那个取消掉，哪个？把你那个外面那个现在就放下来的这个取消掉。外面那个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这里连了一个从楼下连的。哦。对。就他跟楼下连在一起的，就要更加猛一点。这可以再过去一点，等一下。他是一块一块的取消的吗？这。上次他是从哪下来？从这里，所以其实我在房顶。跳到房顶，特别可怕。房顶下来。看到的时候都惊了，真的跟恐怖片一样，真的太可怕。继续排到这里，这个。好。
我上次我之前在想说，我们上面要不要也封起来？对，现在开始封了。帮我把这些裁掉，可以吗？哦，算了，其实可以连在一起。真是，我们这地方真的很奇怪，从山上包到山下。这样子对的吧？等我看一下，不用把这些取消掉。啊，觉得我们可以把那水塘都给直接包进去，就真的是包到山上的这种。有些卡到那个这么高的地方去了，我的 fuck！其实我们应该在一个世界的一个角落里，但我们他们就不可能从，明白我意思。它的角落，它没有角落，它旁边都是海。你说就倒在海边吗？妈，这他们直接看到我们的房子，把我们录了。森林有掩护，这为什么他们说树砍的少点的话还是好一点？我这个怎么拆？我靠，这个升天柱，你什么情况？你就是你为什么会上去？我放了一个话，你好像又放一个，我们一起卡上去的，他就，哦，我取消掉了这个，我靠，哎，不对，他还在升，对，我的，不要砍自己的树。啊，自己的树稍微砍一点没事的，就用这就围一下。这取消不了啊，这谁做得起来这个东西？哎，我看到了，哇，在墙里面。Fuck man！我刚刚有1秒钟看到他了，可以把他取消掉，帮我把他哎，取消掉。其实挺好的，你把它做这么高，他们打不到。对，有点不是打不打到，是不好看吗？路诡标，异我啊！操，这是。哎，我可以取消，我可以取消，取消了。那个太浪费木头了，还。就没有点它，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对，我们把我们家角落的这个树啊，不砍了。真的可以，你看我这个。哎，哇！哇！窗户也钻进去。在干嘛？我在他从楼上的钻进去，窗钻进去。钻进去，哎，这谁造了个房子？我随便按的，我看他能弄得怎么样？那你可以从这里钻进来。到我楼上。我把它取消掉，我把它取消掉。这边可以做一个楼梯上去。是不是？我听到叫声了。等会，fuck！其实我们可以，哎，在我们外面。啊，不行，我在这造，我在这造东西。哎，我们出去。Let's go。你可以无视他的呀，其实。不可以，他会叫人的。17个在门口，我看看。等他们去踩踩。哇哇哇！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有个男的。敲死你！我来了，我来。哇，跑了一只，杀了一个。去你妈！还要起来，我靠，神经病！跑了一只，谁给你起来？背面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怼他。哇！哎，对欧金明，我操你妈！干他，八头。哇，看见砍了一刀。我还有个蜥蜴在里面发疯。可以了吧？大火。叫的，有可能是。没有，他们从另外一面跑了。但他别的小组会叫他们的 tribe 的 people 的。会叫他们那些人的。关门。大火。啊，我在这里。我在想，我在想要不要弄一个楼梯，我看看这怎么上去。妈的，我点不燃这个大火。这大火怎么点大火点里面，对。我可以做一个那个，我给你看啊、哦，在那个。私坑好吗？平台要怎么造？可以做一个 climbing rope， 我们可以做一个 climbing rope， 还可以做个 crane， 在 utility 里面 ，custom 里面。你要挂在哪里呢？就挂自己凸出来一点的地方吗？等一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们这里可以造个墙，其实造个门。哎，好，我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啊。我感觉可以，我就感觉可以这里。这个升降台可以撞哪里？等一下。可以到这里，可以到这里，就我说的升降台，等会儿。
看楼顶。哦，我先弄一下一个东西。我是从窗户出来的。我的 fuck man！ 哦，他开始鬼畜了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们自己可以弄门吗？自己可以弄个门。看我那钢筋电瓶可以弄完。哎，我们可以在上面造一个滑索，然后在这里造个滑索。对对对，我就是想造这个的话。不行不行，我这样弄不来，得在上面弄，然后再拉到下面了。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啊，只不过我们在造东西的时候可能走来走去方便点。应该可以了。哦，我没有树枝，没有牙齿，只有树枝。没有树枝，树枝没了吗？在家里啊。你看，我说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再造一个电梯。嗯。然后可以直接从这里出来。没有凸出来，它没有凸出来，它还是很里面。我靠！再让它凸出来一点，再凸出来的话，它直接掉下去了。没事没事，那个电梯可以凸出来的。哇哇哇哇哇！我这三个小伙伴，然后上去了。啊？什么？四个小伙伴在我这里。你别下来，你别下来，你别来。爆一场！好像卡不到石头上了。哇哇，飞下去一只。飞下去是哪里？我这边吗？没有没有，在我们的池塘旁边。你后面有一只，你后面有一只。他们不会来录我的。他进我们家了，他进我们家了。哎，他进我们家了，谁来帮我一下？我派你去干了这几只了吗？哦，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没事。没。哦。哎哎，我们家又来了一只，又来了一只。靠！我操，跑得好，叫人去了。对，他上树了，上树了吗？我把墙造好，快点。坐下，走。Nice。哎，我饿死，等一下我过去吃。好辛苦的感觉。你等我把木头快点搬上来吧，我们。行行行，等一下我过去吃。大工程啊！我靠！哇！哦！我看你，我他妈的，我就挥了一半了。怎么挥的？我就辅助。哇！这不是你？上面，没事没事，就一只，我可以干掉。哇！辅助慢。劈你屁股！哇！扯他屁股！哦，原来是你着火了！我靠，这声音，好猥琐！哇！你的 spear 有没有升级啊？你是最普通的 weak spear 吗？升级绑个酒瓶，绑个布。绑个石头什么的，我把他尸体泡我们家楼顶上。哎，下去。不是，你应该要先绑石头什么的。不是啊，我记得就是酒瓶和布就够了。他是 spear 以后干那个。啊、石头对。啊。等我帮你看一眼啊。啊。是 Big Spear 的升级版。我们去你们那边。还是放不了。我们去里面点砍树吧。嗯。走吧。啊，不完美。在这里砍树吧，我们。你这有点太里面了，你小心一点。还没有。
怪。家里有很多，家里有很多。那边有怪，怪吗？我这里有怪，这里一堆四只。赶紧啊！他们在门外了。我在这里砍下去了，你为什么？我在拉着他们去见你了。我在这里先砍很多，这样再去见。那我们到我这里来砍吗？再深一点，再安全一点，我们这房子安全点。房子这一面安全一点。我去帮他们了，我怕那个怪。哇，他们好多。下来，下一个。去你妈！跟你对殴了。哎，你妈逼！不是有四只吗？到哪里去了？死了吗？干了一只，有一个被吊起来了。好吧，被吊起来了吗？干了一只。谢你神。把打死了。我标记到搭东西的地方，造了砍了很多树。好了，他死了。这尸体都发臭了。我推个车上来吧，要不？嗯，好。可以砍七根树了，好像。那小空地了，已经。我们尸坑。没力气了。你到这了，看我这砍的树多不多？哦，这树太多了，我的车都开不过来。人呢？我蹲了一下。哦。这个兔子是不是一就可以了？一拿走以后直接左键，掐死。记得那个，把那个笼子再放起来。把这小队爆掉，没有那种留下来的成。对。哎呀，你叫声。我爆了已经，我要自己再砍你去，你去放一车。爆了！哇，这有个大树哎，我靠！好，这里的树太多了吧，这车都开不过去。嗯，这样安全。我靠，这声音！会，你能吃吗？两张兔皮，需要你拿走，蜥蜴皮可以自己穿。可是为什么这么细节？我卡 bug 了，好像。对，我也在想，我以为我的护甲很高。假的东西，假象。把书都搬在这里来。哇，这好多树，我看，快上来帮忙搬吧。来，你们两个也上来，你们在下面干嘛呢？我在。抓尸体，怒！抓尸体！你在又弄多点食材，形成生活上的保障。我们应该叫天黑了，要天黑了，赶紧的，然后赶紧睡过去，然后赶紧在那个第二天把这房子给弄好，这怪已经会生了很多了。爆了吧车，爆了，扛回去。先房子的那一面，先左边。靠，喝杯苏打水，跑得快一点。那边修东西水比较多。Stick， 我真的不太记得了。嗯。
个 command 给开出来了。你说上面要不要造个门啊？有必要吗？我造了，我造了个门，因为当时我们的升降梯在里面 ，stick rock cloud 还有 sap。sap 吗 ？sap 要10个，没 sap 吗？我靠！给我也 sap， 我们准备打。哇，是一个一个丢的呀，哥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靠。那我去那个修一下这地方吧，你看这个。那我们这里，我们这已经没木了吗？没木了吗？这个难怎么办？没了，睡觉吧，等一下。那还没睡觉，还没睡觉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全完。再去捡一波木头。捡一波木头，直接跑过去捡了。在哪里啊？在我造的这个图层这边。可以了。山上已经安全很多了，我靠！蜥蜴肉掉在那边去。好，我捡完这波不捡了，太怕了，太怕了，天哪！怕了，知道了。天黑了，天黑了。好像这山上安全很多了，我靠！妈，上次就从那边滑下来的，滑到楼底。什么呀？哪个 ？Pot 呀。锅呀，我们的锅可以用来装去下。锅不是 combine 呀，那是 blueprint 哥，你是按一下，然后撞到树上的、哦。对对对，你打了。我们家角落里面有棵树，然后那个树卡在山里面。哦。要怎么搞？把我们的火给爆了。这个吗？等一下。对，不要放那个树上，那个树有点爆。可以，连起来，都不敢把加第二层的那个火给完全点起来，因为河对面会有人过来。就别放、嗯，反正我们又不是经常去。哇，谁又把腿掉在那上面了？我操！是我。哇，可以，已经够安全了。好亮啊！太亮了吧，这里也太亮了吧。没办法。这个大火太亮了吗？就我们这个小的 base 这边太亮。小 base 这核心 base 有点亮，睡觉去，睡觉去。睡觉。对，走。存档先存档再睡觉。存档可以。大不了关了重来。对，大不了关了重来。怎么？不要吓我。咦，对啊，好恶心。一堆脚趾头在我眼前。脚趾头，这是那个护甲呀，我们的护甲很恶心的。其实，走，继续搬，赶紧去，快点去，你去快点。肉，吃肉。忘了。喝口水，吃块肉。嗯，买一下。哪些是黑的？都黑都亮的。这个是我新打的。谁在恶心？鱼都可以吃，鱼都可以吃。Dried fish, nice, dude. 很好吃。走，上山看。好了，工作去。记得关门啊。我在等你们走呢。来关门吧，我去收一波。没有东西。你再弄两车，哎，不用，一辆车够了。够了，一辆车。我们因为砍树砍的有点深，所以说车子开的不太方便。不过先把这附近的树给砍完了。我没力气了。我来砍吧，你来砍。然后我再造一个，先把那个小平台造好，这样子我可以造一个我们的那个升降梯了。就在这附近砍的。可以，中间抱他，扛回去两个。先把小扶梯、小平台搁里面。我在造。小平台好了吗？哇，乖。他那，
是的，小平台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野战呢？我靠，我们车呢？防守三只，哇，好多，靠，都蓝色的，带棍子的，没有这只，没有这只，没有，先解决这只，死了一只，死了一只，死了一只，死两只，可以爆两个头，二杀，爆头猛啊！哦，我中毒了吗？我靠！还是我身体上啊，那个是护甲恶心，好吧。你尸体你直接扔下去好了，我是。对，抛山，抛山，在我们的那个小平台上扔下去。小平台造好了。没有小平台，小平台没有那个小平台没。小平台造好了，我造好了，我造好了。还差两个好像，还差一个。过来山上，我靠！我帮你丢了。这还有树吗？附近再砍一些，我操！你看他们粘在这儿啊！我的 fuck， 真的是掉到山崖上了。粘在，有奇怪的声音。哎，有女的，女的，女的，这一只女的。啊，女的弄了一个，一只，一只，一只的，只要不让它跑就行了，跑了把别的给惊动了。哇，两只，哦，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 pack， 这是我，哦，这是 pack， 对，旁边是 pack， 我靠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是有，我靠，所以他掏出个符来怒你的，他们就放来怒你的，砍两颗，打我，在砍树啊，没有打你，怒你的，门造好了吗？门造好以后我可以开开它，其实门应该反了，我反了一反了，不小心弄的。哦，没有反，没有反，可以。哇，可以啊，这门造那个升降平台了。升降平台可以造这里吗？一个人砍下都是。哎呀，好像造了。吵到那个野人睡觉。哇，我听到了。吵到他们睡觉。吵他们睡觉，对。吵他们睡觉，神刀吵他们睡觉。哇，我们家里面有一只在走 ，What the fuck？ 是不是他扔下去的？不是扔下去的，那是跨下去的尸体。我下去干什么？哎，抱不到头。还有一只在下面干嘛？练武吗？在我们的花坛那边，他可以去录了。哎，后面，我戴面具的，戴面具的。哦，哇哇，我们木头被砍掉了。哇，把搞下山，扔到 Patty 那边去。他下他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哇，我们房子，我们的房子上，开给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房子。喂，开给别打，别打，我妈引出来，引出来，把他引出来。我来敲，我来敲，我来敲这边，维修。哇，我滑下去了。对，引出来，引出来，引出来。我房子，我房子没事。我们身上掉太多尸体了，我靠，我们的山上。哇，他在里面。下面还有一只。被杀了，他们现在戴面具都出来了，是最猛的一种了，应该是。我靠！哇，666！还有一只，死！没了，我们房子上抛太多尸体了。山上，关门！把这火点起来，我扔上去就会烧的，我靠！有点爆点。山顶上还吊着一个尸体，哎。掉了太多尸体了，把它捡回来。捡到了。粉丝坑，粉丝坑，可以。你们能上里面吗 ？Trap 升级。我们刚才的木头被打了，你修一下。我修了。怎么？修。今天几天了？已经是，看一下币。我死的时候是16天，应该已经17。23天了，已经怎么？好。我才13天。你是生，我已经死过了，所以死过一次，一开始对，我还是最纯真的，没有死的那个，把车推进去了，把车硬开进来了，来放我车上，放车上，这是树。
很累。这个饿的声音。饿。现在兔子都被灭绝了吗？那个是应该是野人，那是。派蒂在石头后面。你在把这边陷阱全部拆掉。要，嗯，尽可能7点早点去。对，好，我知道，好，好 ，OK， 嗯，晚安。登山绳还是放不了。嗯 ，climbing rope。有野人 ，Packy 在你那边，跑过去了。哇靠，死了！一只，两只，两只，还有一只在池塘那边。他死了，有一个。死了。感谢你。他跑走，他跑走了，跑走了，跑走了，你别别追。绝对是台球台球。我是大大的。还是轮到我们这游戏了，真的。车子爆了吧？车子爆了。别吧，会卡在山上，会卡在山上，别投吧，他们不会滚太远。去左边的墙放人。你左边的墙弄完了？哪个火？哦，里面没点起来。没点起来。啊！我卡上去的时候，他们把他们扔上去，他们就会烧，有点诡异。我之前有，其实应该是这个木头可以砍掉吗？这个木头还不能砍。然后把门给关了。这个平台没法放别的东西啊，他连那个绳子也掉。哎，你看，回来修一下这个，我再看看。你把几堵墙给烂一个，然后让休息。我去试，你不上去。安利肉被放哪里？我的妈！我怎么会做个滑索什么？升降台。现在知道安利肉怎么放。他为什么不能连在我们的 platform 上出去？啊，或者我们再做个 platform， 哦，这有点太高了。哎哎哎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靠！啊？哎，我有滑下去。看这是个啥？什么？啊？我在这里放了个东西，你看。哪里？上面，就上面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是 platform 吗？是楼梯哈。我们造的应该是叫 platform 吗？我在想，不对，不是 platform。哦，是 platform， 对，是 platform， 搞错了。我不知道绳子怎么做的哈，他不知道他可以连在什么东西上，我查一下去。我们要不坐个楼梯下来呗？楼梯下来太可怕了吧？太可怕了。我看一下 ，climbing rope。不是你这个造不了，因为这个绳子比这个要窄啊。他们做的是 custom foundation 啊！我靠，这么贵。看到野人跑过去了。反正。这里还有什么联系？哪里？嗯，他，我来了。你在哪里？哦，他跑到你那边去了，原来。我也死了。我去哪了？
啊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有点鬼哎、欸，拿这个取材吧。咋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可以的呀。我一直都这么干呢。这就太了打法。毫无犹豫。你还把它搬下来了你？我搬了。加水电了。不管了，让他在水里。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地方造，等下。嗯？嗯？怎么了？哎？啊？哦，我们的火怎么没了？你找我的火被谁锤了？喂 ？The fuck？ 哎，为什么我们这边还造这么大一个围墙？哇，连到下面去了。花园要被包起来了吗？没事，我只是 plan 一下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对，我们脚尾的火被人做了，就是杀了他的冠军，杀了他的主角，他们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嘴炸了，突然间就。可能是被打的吧，我们在打的时候被打的。没有啊，前不久我们还在那烧东西。前不久是还在那边烧东西。没有，就刚才那个两个人掉下来的时候，可能。不小心打到了，拿着两根去烧了呀！我靠，肯定就是因为哎，后面有只兔子的，我的后面吗？射他，射他，射他，他逃不掉了。哇！哎，关门，可怜的兔子。我们要在那个小平台上面造一个小的 staircase， 然后 staircase 上可以装一个 rock。God bless you。你装啊，你装，我看一下，我想看一下。是，我现在弄不好 staircase 的角度，主要是有点鬼。那 dry food 比烧好的做的要更好，它更久吗？就是回更多东西，还会回血。嗯，可以。Perfect， 应该够的话，那我再弄一下。震一震，没有兔子被压倒。哦，做的好累的东西，做完就去睡了，太累了。不是，啊，真的好累。哎呦靠，没有转的完美。靠！他怎么只能每次都只能往一个方向转？我好气！啊！可以。这个是我们的精力上限，要是不吃食物或者被雨淋的话，它会降。三十秒上限。这个 stairs， 你要七个木头，把它搞一下，就是可以的话。谁来帮我砍一点树？嗯，还有一个树在中间。这棵树这么高，我的妈！我去那边了，那个已经弄了这。嗯，两棵树，等会帮我把树扛一下。好了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吗？对，扛那个小平台上，我们应该可以掉一个钩子下去的，对吧？再砍一个树应该就够了。嗯，小平台，其实是一个 staircase， 演装成了一个台子。机制。
灯给爆了。哎，我有点累了，搞完就睡觉了。嗯。不，造好了吗？造好了，还差一个。为什么还有个？这还有个灰的。哦！哦！哦！啊！我靠！哦，极限找房子啊！啊！造上去。看一个这个角落，你要从这个灰的地方看到才可以造的。哎哎哎！我掉下来了。看，假的，他假的。我刚刚在那边跳来跳去，想把这个木头塞上去。没塞上去，我靠！对，你看看能不能塞上去？没有没有，我有一根，我那边应该还有几根木头是在那边。他给他干嘛？他杀蜥蜴。他杀蜥蜴。我还想去找一个，看看能不能放得上去。啊，可以，那你就把它压上去。哦，看看他，哎，可以了，看看啊 ，rope， 啊，要从下面看，啊，no， 又滑下去了，啊，没有用还 ，what the fuck， 为什么这里可以？喂 ，what the fuck？他在这里，对吧？他在这种木头上可以弄，不对，我搞错了，那个不行。他在这种木头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好像是要 floor 啊。不行，那个地方还是不能放。你这个你这个物理上来说真的很不科学啊。他在这种木头上可以放，好气。我靠。这个物理上来说非常的不科学了，它居然能悬在那里，你看，你看，哪个要悬？就那个 stair 吗？靠，好气！你可以造一片，造一片。对，我可以再造一片。没有人打得到啊！没有人打得到我们。造的是什么？我造的是 floor 好像。这个我们的 layout 老师看到一定会骂，竟然做成这样，一点都不科学。那我的 custom floor 做不出来。你给错了。能不能再次上一个？不能 out。我不知道。你来这里造一个。没有，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造？我不知道啊，不让我，有点暴躁。不让我造，有点变态。哇，我要滑下去。应该在 foundation 上可以造。造 floor 的呀，为什么能造地板？我把这门给关上去，有点慌。没用这个floor。